重生啊、哦！好，来，我们请，好来。好，我们欧苏珊娜音乐重新开始哈。哇，好恩熙哦！我们等钟声结束，我们再开始。好了，一二年级的小朋友，我们开始往里面走。
小朋友，然后小朋友我们来，我们要请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往我们的中间跑，我们中间我们的老师跟我们来，我们三年级、四年级、五年级的小朋友，我们可以往中间靠，我们跟校长、跟主任、跟老师、跟我们副成哥哥，我们要拍一个全校的大合照哦。所以我们要往中间靠这边。哇，好棒哦！等一下过去的话，你看你喜欢抱哪一个，等一下我们都让你开放，让你抱抱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小朋友都进来了，我们要请我们的小朋友瑞邦老师，瑞邦老师那边帮我们指挥一下，中间让它这样凹下来，就像一个爱心一样。然后那个孙俪老师，孙俪老师，我们这边让它退出去一点点，那中间稍微凹下来，就变成像一个爱心。好，来，要请我们小朋友来，快点，加油！对，好了，前面我们这比较偏偏的，好，小朋友，我们旁边的小朋友地上有个爱心，要站到爱心里面，快点，快点，地上有个爱心，要站到爱心里面哦。地上有白色的线，有一个爱心，要躲在里面哦。站在外面的会被鲨鱼吃掉，被一个胖胖的鲨鱼吃掉。好，来 ，OK。好，来加油，来所有小朋友，耶！老师以及祝福顺成哥哥下一站很幸福，幸不幸福？有没有很美满？好，来看上面，我们的摄影师在上面楼上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的十秒钟啊，十秒钟做出你最可爱的笑容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也。